在台北生活了50年，南机场夜市非常非常有名，不过我也是第一次来呢。每个礼拜都有台风来，有时候一个礼拜还来两个呢。昨天下了大雨，不过今天天气非常好，但太阳也特别大，但晚上走起来还是挺舒服的。不过这一阵子不知道是不是低血压的关系，每天几乎都昏睡10多个小时，醒来的时间不多，身体有点虚弱，但是今天这样子走下来进度还是不错的。但是因为遇上台风躲雨，一个礼拜还走不到一趟呢，这个原先的进度完全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实践它。